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，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，新增病毒存在变异的感染肺炎病例，疫情1920例，截至2月1号到24点，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4380例。武汉市全市离汉的通道暂时关闭，恢复的时间另行通告。灰的雪下进忽然的冬天，本该发亮的脸却黯然又疲倦，低头暖暖手，寒风掠过通红的耳边，无声疾哭里黯然沉淀火焰，难入眠，风吹云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阳光慢慢出现，所有苦与险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，我们脚印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那雨下的一滴泪交换平安终将到来的光辉，踏出勇敢的脚步迈向明天，我们心暖心就等于全世界，若梦成你梦，真爱对抗谎言，我们心暖心从不曾想起用坚定的双眼，我想不远处雨后天晴的那天，难入眠，风吹云海的人间，无数心跳声中慢慢出现，所有苦与险终会化作尘埃被跨越，我们脚印着翻转苦难的语言，那咽下的一滴泪交换平安终将到来的光辉，踏出勇敢脚步迈向明天，我心暖心就等于全世界，让梦成一梦，真爱对抗谎言，我们心暖心从不曾歇起用坚定的双眼，穿过昨日灰暗和阴天，不忍满怀众生的心田，黎明前的那种漆黑快消失不见，我们终会寻回无悔的脸，我们心暖心望向不远处雨后天晴的那天，所有工作者来表达感谢。武汉做榜样，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，我很有信心，我们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每个人都安全。截至1月29号18点，已经有120余家在华外资企业累计捐赠款目超过7.4亿，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28例。